一届还是码头？一届。可以。我是辣椒。啦啦啦啦啦。我的艾伦格呢？你的艾伦格，你就你的艾伦格，别管我屁事。我的艾伦格被你吃了吗？半天不放出来。炸了，炸了，炸了！一颗原子弹扔下去，炸了。别解散呀！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果然女人都爱听虚假的话。因为的啊，完了，我家狗两只狗已经成废狗了，现在两个人天天不两个狗不是两个人啊，两个狗天天在大厅里面趴着睡，一动不动，大的睡，狗的也跟着睡。中午我都导致怀疑，我怀疑他们两个是不是吃这东西挂掉了，趴着也睡。我走过去，他们就睁开眼看我一眼，然后继续睡，继续睡，这大概意思就是正已月。睡下吧，走路归走路，别吵着我睡觉。就是以前我一走过去，他们都会很凑热闹的，都凑过来跟我玩，你知道吧，很热情。中午一走过去没反应，就趴在那里，然后我仔细一看，啊，两个人都睁着眼睛看我，啊，不是，两个人，有人啊，有人啊，老是形容词形错了，不好意思。哪呢？不知道。你说你为什么捡我急救包？为什么捡我急救包？给你。好像是有人的，你们当心一点。不会在外面吧？好像听到脚步声了，右边。我们抱团团吧，不要背音了哦。你什么时候说话现在开始变成这么弱智了？你只是嗓子不好啊，不是脑子秀逗啊。你这个人有点奇怪，图图。怎样？那他喜欢会天两天。四杯六杯有人要吗？要哥哥。六杯来个，六杯来个，兄弟。哥哥。喂你妈个头！蓝总。什么飞你妈？你自己说喜欢别人，听别人叫你飞飞哥哥的吗？你怎么变的？怎么变这么快了？现在。我听着你叫我的毛骨悚然，我。来了六杯，爱要要。哎，不是，那我白叫了。来四杯，那你撤回行不行？那还有个四杯，那还有个四杯，那个台子上，那个台子上，那标个点，就找我脸面前，哦，上面有个四杯。早说嘛，早说就没有这么多口角之争啦，真是的。谁和你争了？太牛逼了！好了。哥哥，对啊，图图一直暗恋我，我只是一直拒绝他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脸皮那么厚，是吧？李大炮，我眼瞎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脑子有问题，我是脑子有问题，我眼睛有问题，我浑身是问题，我看他。这边说过，我操，图图好狠。是心动啊，啦啦啦啦！的眼神躲不掉。你看，又给我唱情歌，天天暗示我直播。我唱歌他就必接，而且我唱这些歌，我唱这些歌是为了要就是缓解一下气氛，他硬要接我的歌，不要跟我凑 CP。我老婆是马小跳，我希望你放尊重一点。我是马小跳，就跟别人唱我也接。啊！我老婆是马小跳，我希望你放尊重一点。我
她是你闺蜜啊！我不是，我管她是谁呢？你闺蜜的男人，你都看，你都想想抱，你是不是人？妈，像那样的人你都能当老婆，你是不是个人呐？怎么了？马甲有粉红色胸毛，再挂一个粉红色的 bra， 然后再穿上紫色网袜的腿毛，有问题吗？别说了。所以说呀，你要是找了个老婆，你千万不能跟她闺蜜关系好。你跟她闺蜜关系好吧，你跟你老婆好不了。你要是跟她闺蜜关系不好吧，你跟你老婆也好不了。所以要找个没有闺蜜的老婆。没错，找个孤儿。这将来的话，素质太低了，太低了。哎呦，这将来也是个猎妈人呢。我上山吧，上山吧，这个地形上山吧，别搜了，这边被人搜过了。你听懂吗？豹仔，跑快快，豹仔。啊，走。能不能说话有感情一点啊？走啊走啊、哦、你要这样说啊。我靠，不约自己娘，不能带着一队都跟着你娘。我不是为了他娘，我得让他，哎呀，我去补了那个牙，我去补了那个牙，他说一次性帮我做了根管治疗，现在牙差不多好像就补了那块好像要掉光了，然后我现在再过去做，我是不是又要做个根管治疗？我都想死了。我不想补牙了，我让牙掉了行不行？我到时候镶一个假牙上去。你往里插了几根管子，金牙闪闪发光的，绕他，他说一次性的，不灵不灵不灵。哎呦，补牙真的太难受了，上次补牙是我这么多次补牙经历以外最难受的一次，以前就觉得打了麻药没事吧，他那里倒好，打了麻药我要张嘴张两个小时不带动的。哎，打了麻药还能张嘴吗？大哥，他只是在你转的那颗牙那个周边打麻药，让你转牙没感觉。那不老酸了、啊？那个是没感觉。不是老那个吗？老什么？那个麻药过几天不是没了，然后就那个感觉，哎。谁说过几天？两个小时之后就没了。两个小时就没了。然后啥感觉、啊？然后麻药没了是？然后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他帮我补了四次麻药。我麻药一没了之后，我感觉我那个那块牙龈的那块就是那个那牙肉那块感觉有四个洞，四个洞，有四个针戳住的洞口，哇，老的老的，就很痛是吗？往口腔里面喷麻药才难过呢，终极痛吗？你是喷的麻药，打进去的。我你知道那次我去做喉镜，我又喷，然后他又喝，你知道吗？大哥，你那是做喉镜，我他妈讲的是弄牙齿。我都是往嘴里喷麻药嘛。你那个做喉镜，那肯定喷麻药啊，他难道打到你喉咙里面了，你不死了？我他娘的，我是一根麻药打在那个牙肉上面，你是看喉镜，那个、你是看了喉镜那个很正常，他让你含一口。含一口那种麻醉的东西，还有五分钟，然后就在那里。还有你那个舌头，因为伸喉镜进去，他要拿那个夹子夹你舌头出来，哇，贼难受。啊？嗯。但是那你含着那口东西，不会有口水出来吗？不越含越多吗？然后我就往下咽呐。啊？哎。因为他说那个是可以喝的。放屁！我全吐出来了，太难，太又苦又难受。五分钟，不喝的话要含十分钟。他什么时候他那个什么，就是那种什么微型纳米机器人那种做出来了就牛逼了，那种医学技术就直接就是吃进去就行了，什么东西都不用说伸个管子。哎，前面房子有人，你上房子。这个谁呀、啊？金金杰瑞，哎呀，就一个，瞧把大家搞的，就我。哎。啊，真弄的！俺图图一在，真的马枪了就，头挡住我，怎么都不让。哎，我的枪尾巴哪个不赏眼的拿走了？我的，我以为你不要呢，地上不两个吗？有吗？有两个吗？那可不是吗？
哎，我跟你说，老男人，我变了。我真的最看的最爽的一次牙医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30分钟，他打了个麻药进去，嘟嘟嘟转转转，丢丢丢丢弄好了。上次是我，上次是我最难忘的一次弄牙经历，张嘴张2个小时，人都要死了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他如果还让我玩手机，我还觉得无所谓，他不让我玩手机，我就奇怪了，我弄牙为什么我不能玩手机？我是他顾客，他不让我玩手机。我不应该张开嘴往上一抬，然后我在那玩手机多好。哎，一点服务精神都没有。哦，不错。嗯，快来！我要枪毙我！哇，这肥的哟，还有6倍镜。啊，我吃啥？别，拿掉，快把你个包。有没有吃一次握把？没有，还真没有。跟我抢，你还那么点？哎，这有枪屁股啊！来了。那个。哎，我只是开玩笑而已，肯定会挡别人视野。我不知道吗，大哥？卡住了牙医。你们生活压力也太大了吧？我就开个玩笑，你们认真的真的是。卡住牙医的视野，把自己的牙卡死了。老弟们，上次你牙疼去看医生，医生建议你截肢。啊，看到人了，哪里？数号55，数号。看到了。小兽船开过去。定点来人了，你们赶紧把那人干了，我不能开枪。定点来人了，定点渔村这个位置，我要去蹲他。那么牛逼！哎，被人家打的。哎哎，别说话了。来了来了。赶紧过来。赶紧过来，还有，在哪？我脚下。嗯，这他妈就溜了。左边右边，救可以救，都可以。先救。在房区里。先救。这就溜了。小象呢？叫你别倒啊！哎，西巴塞！就在这，脸上。你扛一会儿。这他妈太牛逼了，雷王，这个逼全是雷啊！这他妈太牛了，我靠，这他妈太牛了，一雷四杀，我日你哥，我操，太牛了，我操，全是被他炸死的，哎，哎，啥？我那做牙吗？我没做过牙套，我牙可好，从小到大没看过牙。我操，一炮四响，我日你哥，我操！哎，我跟海豹吃那个雷声，我跟海豹都懵了，你知道吗？懵了。